大家好，欢迎来到陈子乐园。今天迪焦特曼来到贝利亚的快餐店点快餐了。贝利亚问迪焦特曼要点什么呢？迪焦特曼看了看，那就点一份拉面吧。好的，现在就去给你做。贝利亚来到厨房，正好这里有做拉面的面条，让我们把面条放到锅里面煮。香喷喷的面煮好了，让我们把面盛起来。再加点美味的海鲜汤，汤里面还有虾和蔬菜，看起来很好吃的样子。再来加一些美味的配菜，这是面包超人的柠檬卷。香喷喷的海鲜拉面做好了，赶紧拿过去给迪焦特曼。迪焦特曼等得肚子都饿了。哇，看起来好好吃啊，赶紧让我来尝一尝。让我们把拉面喂给迪焦特曼。这里还有美味的配菜。贝利亚做的拉面实在是太好吃了，我要把汤都喝完。吃得好饱呀。哎，碗底出现了一个奥特蛋，这是哪一个奥特曼的呢？让我们一起来变形一下。这是奥特曼的脚，然后两边是他的手，他的头藏在了胸口里。你知道吗？Hello。原来是泰罗奥特曼。那你们知道泰罗奥特曼的必杀技是什么吗？太好了，吃拉面还有惊喜玩具送。迪迦奥特曼还想点一份饺子。好的好的，我现在就去给你做。饺子放在哪了呢？会不会在这个电饭煲里面呢？哎，电饭煲掉出来了一个迷你的奥特曼。哦，原来是迷你的初代奥特曼。饺子不在电饭煲里，那会不会在这个锅里呢？让我打开来看一下。没有在这里呢。这是什么呢？原来是奥特曼的手指玩偶。你们知道这是哪一个奥特曼吗？饺子也不在这里，那会不会在微波炉里面呢？让我打开来看一下。哎，这好像也不是饺子。这原来是赛罗奥特曼的手指人偶。怎么办？到处都找不到饺子。哦，太好了，饺子终于找到了，又大又美味的饺子，迪迦奥特曼一定会很喜欢的，赶紧拿过去。香喷喷的饺子终于做好了。哇，饺子看起来好美味啊，赶紧让我来尝一口。先来吃蓝精灵这一半的。好好吃的饺子啊，感觉全身充满了能量。我还要再来吃一块。现在我全身恢复了能量，又可以去打怪兽了。谢谢你，贝利亚，你做的拉面和饺子太好吃了，我下次也会再来的。那你记得给我推荐给盖亚奥特曼和戴拿奥特曼。好的，那我先走了。哎，迪迦，迪迦，你还没有付钱呢。